刘恺威抱女儿现身，全程呵护，五岁小糯米向足杨幂。杨幂刘恺威在18年12月份官宣离婚，女儿小糯米由两人共同抚养。不过大家看到的情况却是，小糯米一直在香港跟刘恺威生活在一起。1月6日，港媒拍到刘恺威抱着小糯米现身某地下车场，面对记者跟拍，刘恺威全程客气，但不忘保护小糯米，避免女儿脸部曝光。小糯米身穿粉色上衣、黑色紧身裤，完美遗传到了杨幂的大长腿基因，长得也和杨幂更相似。五岁的她尚不知爸妈离婚意味着什么，表情非常欢快，笑容灿烂。面对记者提问，她甚至偶尔还会搭话，简直不要太可爱啊！就在前几天，有记者问刘恺威的爸爸刘丹，小糯米有没有想妈妈，他笑答，他只想玩。看来刘丹所言非虚，小糯米搂着爸爸的脖子，满脸幸福。画面显示刘恺威已经摘掉了和杨幂的结婚戒指，刘恺威不停地保护女儿的脸，但小糯米就一直左右晃头，令刘恺威有几分的无奈，只好嘱咐记者不要太近距离的拍摄。有记者追问刘恺威是否有和杨幂保持联系，杨幂会不会到香港陪伴小糯米过春节，他回答新年快乐，谦虚而又有礼貌，白衣黑裤，浅色运动鞋，黑色帽子。刘恺威造型简单又时尚，完全看不出已经快45岁了。